现在内线是贾成、肖海龙，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好球！哎呦，这主席来了，这球真莱昂纳德。对，哎，这个整个的姿势，包括起来那个姿态，这一步啊，一步就过了，这防守。这肖海龙这个确实，因为崔永熙今天外边还没投进。对呀。